一百只凋零对上一百只穿金装的朱布林，到底谁会赢呢？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次啊，但基本上都是朱布林被屌虐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就好奇的，我们将朱布林穿上全部的金装，到底能不能打赢凋零骷髅？我们来试试看啊！三二一 ，Go！ 有了金装加持，应该就会赢了吧？毕竟金装也还算是蛮强的啊。真的可以吗？好像会赢哎，我感觉有机会哦。毕竟金装感觉还算是蛮强的，对不对？好吧，看来金装也是个废物啊。